上集我哋就介绍咗强积金里面最实用嘅资讯同埋管理工具，仲有冇啲咩方法可以更有效咁样管理强积金呢？今集退休职满分，积金局对外事务部总经理陈安定就会为我哋介绍集多功能于一身，预计喺年底会进行测试嘅积金易平台。